请掀开经本第三面倒数第四行，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今天是98年的卫塞节，也正好啊是母亲节。昨天晚上我们参加传灯呢，非常稀有，我也是第一次参加，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欢喜。今天早晨我们在早餐之后，张居士写一个纸条给我，要我说说这个纪念卫塞节的意义。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应当怎样来做这个纪念。卫塞节是南阳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日子，在中国传统呢是用农历的4月初8啊，南阳是用5月月圆的这些天啊。古时候做这个纪念是在纪念时三个大节日，世尊示现出生在世间，这是个大日子。第二呢，世尊成道的日子。第三呢，是世尊入灭啊，这三个大的节日。我们试想，如果世尊不出现在这个世界，这个世间会像什么样子？实实在在讲啊，很难想象啊。唯有世尊出现，展示先究竟圆满的智慧，为我们解决了许许多多疑难的问题，也帮助我们化解无数的人为与自然的灾害。我们受佛的深恩，很少人能够知道啊。我们纪念庆典的这个日子，最重要的是要把世尊的恩德教诲介绍给社会大众，使大家都能够知恩报恩。我们用什么方式来报恩？也就是说，用什么方式来纪念？唯有遵守世尊的教诲，依教奉行。我们自己真正得到幸福的人生，得到美满的家庭，
每一个人都获得成功的事业、和睦的社会、富强的国家、和平的世界，这个纪念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今年的今天，在新加坡这个地区，实实在在我们觉得无比的欢喜。新加坡由李牧原居士全心全力在护持佛法，李勤法师们到这个地方来长期讲经，这个因缘是无比的殊胜。前两年发起办这个培训班，今年开始又办这个华严班，我们用这些来庆祝佛诞节，来庆祝母亲节，这个意义就不平凡了，实实在在非常的稀有。李牧原这个名字我看了一看，也很妙啊。这个李撤开来是十八子啊。那要不是十八尊罗汉呢，那就是十八尊佛子啊。大概将来这个地方会出十八位菩萨了，那就不得了了，全世界都沾光。他的名字也很有意义你看目是十八，下面是愿呢，阿弥陀佛第十八愿最重要啊。十八愿是生念必生啊。所以这个名号的意义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在今天这个局面之下，他这个名号的意义凸显出来啊，使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普贤大师之德，就是一切诸佛如来修因正果圆满的大德。这种圆满的大德，在华严经上用十条十大愿望来显示，愿愿都是无有穷尽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也就是愿愿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而且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才是普贤大师的甚德。前面跟诸位介绍过忏悔业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跟诸位介绍第五愿呢，随喜功德。这一条非常非常重要，首先我们要明了功德是什么，这个不可以含糊的。
我们看到许多道场，前面摆个箱子，上面写了功德箱，以为什么呢？这个钱放到里面呢，就是功德了，那是错了，没功德。别说你捐这一点钱没功德，在过去梁武帝的时代，梁武帝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虔诚的佛教徒，是我们佛门的大护法了。他在任的时候，造了480座道场，我们今天讲寺院，规模都很大了，鼓励人民出家。他看到出家人就很欢喜，鼓励大家出家，所以度众几十万人呐。他自己也感到骄傲，哦，这值得骄傲，做了这么大的功德，感到骄傲。那么正在这个时候，菩提达摩到中国来，就是这个禅宗的祖师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之后，听到中国的国王这样热心的护法，当然要来拜见。梁武帝也很高兴的接见从印度来的这一位高僧。那么来了之后，这见面之后，梁武帝就向达摩祖师报告他护法的功德，护法的成绩。报告完了之后，他向达摩祖师请教，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这个人呢，很直，不懂人情世故啊，就说了一句老实话，说并无功德。这句话说了啊，这个梁武帝受不了了，梁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并无功德，所以梁武帝就不护他的法了，搞得他无可奈何，跑到少林寺去念笔九年，才等到一个慧口。那么大摩祖师说的话对不对呢？对。功德跟福德不一样。假如梁武帝要问他，我的福德大不大？那大摩祖师一定说，甚大甚大了。你修的福报太大了。福德跟功德是有差别的。功德是要自己修行。我们举个简单例子说，持戒有功，你持戒的功是有功夫啊，你持戒有功夫啊，得定啊就是得，所以功是修因，德是正果，你得定，那这个才叫功德。如果你的戒律持得很好，很严，但是不能得定，你没有得定，那么你那个持戒是福，还不是功，你持戒没有功夫啊，你只能够得福报。得定呢，因戒得定啊，这个戒律才叫有功夫。为什么有些人持戒能得定，有些人持戒不能得定？
这个里面就是如法跟不如法。如法的修学有功啊，不如法的修学没有功啊。这一点诸位同修无论在家出家都要明白，所以一定要受法。受法才相应，不受法无相应。那哪里叫功夫？六祖慧能大师教人，特别教这个持戒的人啊，一再的嘱咐我们：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你就有功夫了。我这个戒律吃得很好，看到别人不吃戒，生轻慢心，瞧不起他，自己呢功高我慢，你看持戒，持戒后面得的什么结果呢？得的功高我慢。人家持戒是得定，从定开慧，他持戒持出功高我慢来了，你这成什么话呢？这哪里是功夫呢？但是那个持戒好不好呢？是好事情，那个持戒是福德，他修了三戒，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我跟诸位同学说，我不说人天福报，我说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为什么呢？不见得他的福报在人间享，这个我们要懂啊。他要是得不到人身，他到得畜生身、得恶鬼身都享福啊！你看这个畜生当中，外国人养的那个宠物，福报可大了，我们怎么能比得上人家了？全家人都伺候他，把他当宝贝看待，他是一家之主啊！那我们比他差多了，我们一个人关心的人都没有。我说，你看看那个宠物，畜生呢，前世修的福嘛，鬼道里面的福报也不小。我们在许多这个中国民俗里面所看到，你看祭拜的这些鬼神。居士林附近好像就有一个大伯公庙啊，那就是鬼道里面有福报的，有福报的鬼道啊，山神、土地、城隍都是恶鬼道啊，他修的福，鬼道里面是享福。所以佛告诉我们呢，一定要修集功德，功德里面自然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还是功德好啊。功德怎么个修法呢？我们这个经好，这个经确确实实是世尊49年所说的第一经啊，华严还在其次啊，这个是真正第一经。经题上就跟我们讲了清净平等觉，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的修学与清净平等觉相应，就是功德。
我们持戒，戒当中的清净心，的平等心，你这个持戒就有功了。清净心就是定啊，修定有功，开智慧就是德了。修定要不能开智慧，那个定啊也是福报啊。可是诸位要晓得，定的福跟戒的福啊不一样，定的福大得多了，戒的福啊有在三途下的啊，就地狱道没有下福的啊，魔鬼道、畜生道都有下福的啊。这个戒的福，定的福呢不在这个恶道，至少啊都在夜魔天以上啊。你修就修定，定中这个不能够开慧呀，不能够开智慧呀，他的福报从夜魔天一直到飞翔飞飞翔出天啊，那都是定的福报啊。这个修定的福报不是功德，修定要得功德的话，那开智慧，开智慧决定超越三界，永脱轮回，那是修定有功啊。就功德，我们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看到人家修集功德，世间一般人起什么念头？嫉妒啊！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心里面呢就难过，就难受，想尽方法去障碍，甚至于还想方法去破坏。破坏修道人，罪过就大了。还有一类，菩萨修集功德，菩萨示现在社会群众当中，男女老少啊，他所做的，我们现在讲啊，慈善事业。但是菩萨所做的慈善事业跟我们世间人所做的慈善事业，这里面又有一点差别。差别在哪里呢？诸位要细心去观察，你才能明了啊。菩萨修集做的这个慈善事业，最后一定帮助他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就是做了功德。如果只是做慈善事业，没有教他破迷开悟，这个是属于福德。为什么对待这个众生，先要用慈善救济来帮助人？这个是佛的四摄法啊，摄受众生的手段啊。佛在经上也明白地教给我们了，先以利欲钩啊，后令入佛智啊。你看佛真慈悲到了基础了，世间人你叫他来学佛，他摇头啊，他不来啊。哎，你请他来吃饭，他很高兴的，他马上就来了。吃完饭之后再叫他学佛，这比较容易了。为什么？总受了恩惠吧，那不听也不好意思吧，总不能说吃了饭就走吧。
所以佛家呢，用这种慈善、布施、爱语这些方法，同事力行啊，都是摄受众生，然后给他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说明我们自己跟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真相明白之后啊，他就回头是岸。那么这种做法，如果着相的做，做的人还是修福；如果是逆向不执着，暂轮体空，做这个工作的人他是功德啊，这个是一利益众生功德啊。这个修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呀，这是自己修学的功德。两种功德都会遭人嫉妒，都会遭人障碍，所以我们在修集的时候要有高度的智慧，要有善巧方便，自己的姿势啊是越低越好。对待任何一个人，其实是批评我们的人、诽谤我们的人、障碍我们的人、破坏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以真诚恭敬心对待他。让他慢慢的能受感动，能够觉悟，能够回头，把这些恶的缘都转变成善缘。把恶的这些事都转变为真实的功德，这叫随喜啊。我们一定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做出一个好样子，才能够教化众生。所以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弘扬佛法，我们有一个总题目，有一个总目标、总方向，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们很清楚、很明白，整个大乘佛法都离不开这两句啊。做师师是表率，并不是说出家人成法师要做师，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位在家的同学们都要做师做饭啊，在我们现前本位的工作上，我们现前生活当中要给社会大众做好样子，这就是做师做饭。诸佛菩萨是九法界一切众生最好的榜样，最好的模范呢，我们要懂这个意思啊。我在过去跟诸位同学说过，
曾经有人问过我，现在的父母很难管教儿女，儿女不听话，学校里学生不听老师的话，老师教学很苦啊。在社会上，员工不听老板的话，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区普遍的都能够见到，这是一个社会严重的大问题。全世界许多有智慧、聪明的领导人，学术界里面工商业界的企业家，宗教的领袖们，都在寻求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方法。到底毛病出在哪里？我在前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看到学校里面提的这八个字，它是学为人师，身为师范。那么我在学校里面这个时间不长，在这个接待会里面，我就说了这几句话了。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做亲、做君、做师，所以我看到这八个字，就联想到了儒家对我们的教诲，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啊！我们不能够狭义的看这句话啊，这一句话大概是孔子对于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期望，与我们一般民众啊无关，那你就错了。儒佛的教学是对一切众生的，不分阶级，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不分行业，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做君、做亲、做师。君是什么呢？是很好的领导人。很好的领导人具备什么条件呢？仁慈。对被领导的这些人，要真诚地关怀他，真诚地爱护他，
真诚地指导他。你是个好的领导人啊。同时你要做至亲，以父母之心呢，爱护被领导的人。所以中国古时候地方政府的首长称之为父母官，意思不一样啊。你看现在做官的这民主时代叫什么呢？公仆，仆人呢，做官是仆人，老百姓是主人啊。这个做官的是仆人，主仆的关系。仆人有时候会骗主人啊，不见得真正对你效忠啊，对你关怀啊。可是那个父母对爱子女那是没有条件的啦。所以我们还希望啊，做官的是我们的父母，不要是我们的家里佣人。佣人不太可靠，还是父母比佣人可靠多了。所以要做至亲呢，做父母的心啊，还要做老师的心啊，老师爱护学生啊。无论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是个很低级的员工，也要做到这三个条件。虽然没有职啊，没有职这个地位，没有职位，要由这三种心去做影响力啊，影响我们自己的同僚啊，同事啊，影响我们的朋友啊，影响我们认识的人，然后扩大了就能够影响社会，人人都能够发心做亲做师做君，这叫真正的随喜功德啊。那对人家的好处功德利益之事，哪里会去障碍？不但不去障碍，反而会全心全力去赞助啊。没有力量赞助啊，也会赞叹，这能影响社会的大众，共享盛举，给社会带来真实的利益。世间善恶事情太多太多了。佛为什么特别提出随喜功德？实在讲，这一条意义很深啊。佛知道一切众生的烦恼习气无量劫累积，每一个众生都有啊。什么习气呢？贪嗔痴慢，傲慢嫉妒啊，余生带来的习气，不要人教的啊。你仔细去观察，你观察那个小孩婴儿还不会说话啊，几个月的婴儿不会说话了啊，两个差不多大的婴儿放在一起，一个婴儿有糖吃，一个没有糖吃，那一个就嫉妒心就起来了啊。你看谁教他？没人教他。随喜功德
就是对治傲慢嫉妒，特别是对治嫉妒。嫉妒傲慢是造罪业，极重的罪业。你看那个一念之间转出来，就变成无量的功德。那个一念之间呢，转过来就是功德。佛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众生就转不过来，随着烦恼流转生死六道啊。诸佛菩萨一念之间转过来了，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我们要学着会转，转得很快。转过来之后，人家修集多大的功德，你随喜的功德跟他一般大，决定没有差别。绝对不是说这个人修集功德人他功德大，我随喜的功德小，没这回事情。决定是一样大的。人家修集真是很辛苦在的，你这个一随喜功德跟他一样大，你看你的便宜占了多少啊。你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教给我们。我们可以把阿弥陀佛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了。怎么转法呢？依照这一部经修学就行了。佛在这个经上讲的，教给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你只要把这四句这三句话做到了，你就准阿弥陀佛无量界当中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讲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把弥陀的功德转变成自己的功德，这才是世界第一等聪明人啊。我们要修成阿弥陀佛的功德，单靠自己，你要修到哪一阶？在我们这一生短短这个几十年当中，你只要懂得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方法，几十年的修行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界的修行。华严里面讲的念界圆融啊，我们是真正可以做得到啊。所以诸位不要轻易把这个机会放过，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一生成就究竟圆满的功德。你看李牧原居士建这个道场，秦法师费了不少的力气，这是他的功德，我们今天到这个上随喜，他的圆满功德我们全部得到了。我们介绍几个亲戚朋友到这边来听经，你也就是利用这个道场，利用李牧原居士这个机缘，你度了几个人做佛了，你说你的功德大不大？真的度他成做佛了，
他这一生能不能依教修行，能不能往生，另外一桩事情，那个没有关系。只要到这个道场来，见到佛像，听到一两句经文，一粒耳根永为道种，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啊！总有一天遇到缘起现行，他将来念佛往生做佛了。想想最初那个因啊，是某某人多的。这你就懂得怎么样修随喜功德，更进一步的第六愿，佛教给我们勤转法轮，许许多多同修都深深感觉到自己业障很重啊，灾难很多啊，没有一个人不想到，哎，怎么消业障啊，怎样能够啊免这些灾难啊。于是到佛门，到神庙烧香礼拜，祈求佛神明保佑你，这真能求得到吗？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几个人求到吗？虽然求不到，求的人还是络绎不绝，甚至自己明明知道求不到，哎，还是去求一下，总比不求好啊！抱着侥幸的心理，佛给我们说了，佛讲的话没有妄语。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有求必应，你看看求做佛都能够求得到，这是世出世间最难的。做佛都能求得到，那其他的那简直叫鸡毛蒜皮嘛，算什么嘛？哪有一样求不到的呢？真的能求到。可是佛教给我们求，是教给我们如理如法的求，你才能得到。你这个求要合理合法了，如果不合理不合法，你决定求不到。啊，哪有这个道理？什么法呢？因果的法则，这是佛教的。你要修因，后面果报就现前了。那么我们这个讲演，听众不止在座的这些，肉眼看不见的太多太多。我们不是讲这些鬼神啊，我们讲什么？肉眼看不见的人，人在哪里呢？人在电视机前面，那不晓得有多少啊！因为这个录像带都要拿到电视卫星里面去播放啊，所以他们电视台要求啊，我们这个画面呢要美一点。啊，这个背景的画面他们是跟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要找什么专家艺术家来画这些背景。那我一想的时候，昨天我就想到这个问题，
我说我们后面摆一些树木花草，那不这个景不是太好了吗？比那个艺术家画的要好得多了。我今天上午就到这个卖这个花的时候，我就去看，选了几种这些树。看我们这里啊，有树啊，树表法的意思深呐、啊。建树啊，树是建树啊，建立啊，树立道场啊，树立佛法，树立正确的人生宇宙观，这代表建树啊。有花啊，特别选的新加坡的国花。有果，选的石榴，石榴好，籽多啊。这不都是表法吗？是吧？你看这个啊，有树，有花，有果。哎，这个后面人家给我挂这幅星星，我没想到啊，很好，很好。啊，那么这有佛，有经书，三宝具足。哎、啊。我们不必去花很多人情啊，就托人家来给我们画这个背景啊。今天这个卖花的很难得，他每一个星期来换一次啊，我们跟他预约了5年啊，每一个星期来跟我们换一次，所以他来照顾啊。这些树衣你看这个冷气吹的时候还会动啊。比油画确确实实是好得多。是很生动啊。所以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听众啊，不晓得有多少啊。在美国播放的时候，这个美国同学告诉我，这个收看的时候，他们现在就是有联络有通信的有20000多人。那么这个人数还在不断的在增长。所以这个电视台要求我们用最好的机器啊，最好的画面播出。我们样样啊都答应他。都希望呢做到这个标准。那么五楼现在在装修，五楼四面呢都做隔音，五楼的讲堂比这边更舒适，下面是地板，李居士总是希望我们这个讲堂每一个同修坐在这里2个小时是来享受的啊，让我们舒舒服服的在这个地方啊讨论佛法，啊来说华严。所以这勤转法轮呢，是消灾免难啊最殊胜的方法。做什么样的这个功德来消灾免难？都不如请法师来讲经啊，演说佛法了，必以吉祥啊，听的人生欢喜心，生觉悟心，觉悟灾难才真正能够消除。不觉就有灾难了。业障灾难从哪里来的？从迷惑颠倒来的，从我们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行为当中发生。所以你要是把念头转过来，正知正见，我们无世界的业障灾难都可以能够化解。所以勤转法轮的功德就大了，意义就深了，
如果我们一个人没有力量，请法师来讲经，我们可以联合一些同修，我们集合力量啊，大家一起来行，功德都是一样，都是无比的殊胜。讲经说法影响越大，这个功德也就越大。影响的越深，功德也越深，这是不能不知道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这个社会，这是指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是乡镇，许许多多的人们都把佛教看成宗教，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呀。我们今天跟大众，特别是初接触佛法的大众，首先要把这个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然后才能把佛法介绍给他，他知道怎么去接受，怎么去研究，怎么样去学习。第一个把观念纠正过来，观念要不能纠正过来，那你一开头就错了，一错到底呀。那么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能够把大家误会转过来了，这是莫大的功德了。那么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个影响力的深广，哪些地方产生大的影响力，佛门里面的道场，听众再多，影响力不够大了。我们租界这个社会公共的会议场所，影响力就比寺院呢要大一层。如果能够在学校里面讲，高等学府、著名的大学，这个影响力呢又深又广。乃至于好像我们在美国，市议会、州议会，他们这个大会堂里面邀请我们来讲佛法，这个影响很广很深。这是说场所的影响啊。
面面我们都应当顾及到。所以请转法人请法师讲经在什么场所预先都要想好，都要往这个影响深远之处去想，千万不要想到是在我的庙里讲啊，我的庙里讲啊，这个功德大概是我的，到他那个庙里讲啊，那功德是他的了，那不是我的了。这样斤斤计较功德呢，那功德都没有了，到哪里去了？被你计较完了。一定要想到整体的功德，整个人类的功德，不要想自己，不要想自己一个小圈圈，你这个功德就大。处处为整个佛法想，为一切众生想，我们这个心量就大了。这个世尊特别在华严里面为我们显示了《大方广佛华严经》，对象是谁呀？我们在隔一个星期就开始讲这部经，这个经不是对菩萨讲的，虽然参与华严法会的都是41位法身大士，换一句话说，不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啊，十法界里面包括佛菩萨，不是的。十法界里面的佛，如果以天台家来讲法呢，藏教的佛、通教的佛没有出十法界，原教、别教那超越了。也不是为菩萨讲，也不是为声闻缘觉讲，为谁呢？为凡夫，为众生啊！我们是凡夫，我们是众生啊，我们有份啊。可是这里头有个条件，他是讲为大心凡夫，那条件在此地，意思就是说心量小的凡夫不行，要心量大的凡夫。那个心量大到什么程度呢？当然最好跟佛一样大，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如果我们有这么大的心量，这个华严一接触啊，圆满的得到，那真的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了。我们今天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以宣讲华严，这是无比的殊胜啊！这个因缘非常非常的稀有。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教我们凡夫啊，大型凡夫现前过诸佛菩萨的生活，过一个究竟圆满的生活，这是《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啊。真舍之际，住真实慧，慧于真舍之理。这三种真实现前就兑现了，不是叫要等什么时候，不需要，现在就兑现。
现前就得到，这才是真实的利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请法师讲经呢，太重要，太重要了。今天社会，因为大家不认识佛法，不了解佛法，以为许许多多这种金灿佛寺形式上就能够消灾免难，这是很大的误会。那么佛家这些金灿仪式有没有效果？有效果，不是没有效果，可是你要懂得它的意思才能收到效果，不懂它的意思只是形式收不到效果啊，依照这个形式去做不行啊！啊，你比如说禅宗啊，宗门过去这些祖师大德，他们用的手法高明啊！啊，学人来参究啊，向老和尚请教，老和尚一句话都不说，抻出一个指头。这个人来一看的时候，他就开悟了，他就证果了。这个法子很好，很高明。别人来问我们称个指头行不行，他开不开悟？不但不开悟，更迷惑颠倒啊！所以这个学不得的样子不行啊，他得看什么人啊？所以从前他们那个仪规有效，现在我们照这个仪规去做没效，不懂得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经中在这个佛寺仪规里面，我们只提倡早晚两堂功课，佛齐跟三十系念佛事，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都曾经做过详细的讲解啊。你真正明白之后了，再照这个仪规去做，那就有意义啊。你不能不懂啊，不外行不行啊。做三十系念，一定先把三十系念详细讲过一遍。拜梁皇忏最好先把梁皇忏详细讲过一遍，凡是参加的都要很认真地来听，然后在这个仪式里面随文入观了，那个就能收到好处了。你对这个仪规一无所知，这个不行啊，这个是一样画葫芦啊，画得再像也不行啊，没有内容啊，没有内涵啊，所以一定要知道请法师讲解啊，这个才是真正消业障，真正免除一切灾难的唯一方法。实在请不到法师讲经，还有一个方法，念佛啊，真正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数多少都没关系啊，找一个假期大家都有时间，找一个清净的场所，能够念上一天一夜，两天两夜，或者念上七天十天，那个功德真正是无量无边，比什么样的这个忏仪都有效果啊！不要以为这一句佛号很好念，好像啊，没有什么功德，那你就看错了，你完全误会了。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一切愿呢，千佛住世
这一条也非常重要。佛现在不在世间了，所以我们只有塑造佛像来供养，象征着佛法常住在世间。那么代佛说法的这些法师大德，我们要应当啊，把它留在这个地方，长时期给我们讲经说法，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利益。为什么呢？诸位试想想，有几个人听一部经他就开悟了，他就证果了呢？没有啊。那没有要怎么办呢？天天听啊，这个是说实在讲啊，我们今天的人福报比不上不少。古时候在中国，这个寺院丛林，每天讲经没有中断的。寺院里头有讲堂啊，你像清凉大师当年在世讲华严，这历史上有记载啊，可以说空前绝后了。后来的人我看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机会，他老人家一生讲五十遍啊。亲近清凉大师的人如果有耐心在他会下听五十遍，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那一遍讲多久呢？至少是一年。听五十遍，那你就是听了五十年了。五十年天天熏习，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我们今天听经困难在哪里呢？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啊！就是每一天在这里讲经，每一天熏习也不过两个小时啊，24个小时，两个小时啊听经，还有22个小时打妄想，你说怎么办？这哪能成就呢？所以中国古时候丛林法师讲经，每一天是8小时。一部华严经啊，每一天讲8个小时，一年讲圆满。那我们是一天讲2个小时，4年啊，标准的时间呢，4年讲圆满了。一天8个小时，才1年讲圆满。清凉了不起，清凉活了100多岁啊。这人称华严菩萨。实在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看看每一天8小时讲经，另外在念佛堂念8个小时佛，他还有什么时间打妄想呢？只好睡觉了，没有时间打妄想了。大都道场上住上3年，比我们今天修行30年都有效。我们今天说老实话，修行30年不如人家在那个道场住1年。这个就叫什么？长期熏习，熏习的力量太大了。在民国初年，中国道场大概只剩1家了。这个苏州灵岩山寺印光大师的念佛道场，他这个道场的特色没有讲经，没有法会。
没有净坛佛寺，常年佛起，一句佛号念到底啊，一天六支香，一支香一个半小时，六支香九个小时啊，每一天念九个小时的佛啊，日夜不间断的，晚上是轮班。常年办这个精进佛期，他的精进佛期是七个期连在一起，十个期连在一起，加上九支香念佛，所以凡是在印足念佛堂念过佛的，在那边住过几年的这些人，无论在家出家，最后往生都有很好的瑞相。所以他那个念佛堂住过几年呢，那真的叫没有白白住啊。印足往生之后，妙真得生的这些老法师继承印足的规矩，还能维持一段时期。到抗战以后，道场也就衰微了。现在我们再想建立这个道场，机缘都不成熟了。唯有这样的道场，才能够成熟众生，真正能成就众生。所以建道场功德无量无边，要建一个真正修学的道场。这个道场真正有人在这里成佛啊，往生就是成佛啊，往生不退成佛，那这个道场的功德就大了啊。曾经有几个人在这里成佛去了啊，那么善知识对我们修学就特别重要，我们怎样把善知识留住在这里？真正学佛修行人，给诸位说，没有人情的，不谈人情的。你这边接待很好啊，这个礼遇很好，不见得能把它留住的。用什么方法能留住他呢？依教奉行。我们真想学，真想修，大家也能发真心。纵然找不到善友啊，佛菩萨也会化身到这儿来。为什么呢？佛家常讲嘛，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那一个人是什么人呢？真正想学，真正想修，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做佛，这就是华严讲的大心凡夫吧。大心凡夫，诸佛如来哪有不照顾的道理呢？一定照顾吧。问题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发真心啊？这样才能够感动善知识，常住在这个地区。
让我们有机缘长时间的熏修。我们才能够得真实的利益。现代科技发达，实在说，现在说真正懂得护法的人太少了。真正懂得护法，那是菩萨了，不是普通人了。有大智慧，有大福报。现在要有真有大智慧大福报，不要建道场了，建道场不起作用了。应当建什么呢？建卫星电视台。能够建一个卫星电视台，24小时不断不停止的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收到，他不必到道场来，在家里打开电视机。他要真正想学佛，一天听8个钟点经没问题。他在电视机面前可以听呢，把佛法直接送到人家里头啊。那么平常培养一些法师，等于说组织成一个弘法团一样，有10几20个足够了。这些法师天天在录音室里头讲经，做录像带嘛，这个录像带拿到卫星电视里面去广播嘛，这个是高科技的大道场。要在这里建呢，不要建那个庙啊，花那么多钱建那个庙，把那些钱都埋在土里头去，很可惜呀，不起作用啊。今天要把这些钱用在有用的地方，一个就是这个做这个培养法师的，在这个摄影棚里面录音，摄影棚里面的设备比我们这里要好的太多了，人家是专业的，我们这是勉强达到他们所要求的水平，但是总比不上他们的专业。平常我们供养这些法师，让这些法师在物质生活上没有任何忧虑，能够把心安定下来，研究大乘佛法了。一步一步的讲，把它录下来，将来就是一部活的大藏经。你说这个多有意思，哪个地方众生喜欢听什么经，我们就播放什么样的经论。除了讲经说法之外，我们也帮助人念佛。24小时佛号不间断了，最庄严的佛像显示在电视画面上，你看到阿弥陀佛，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跟着去念了，在家里面也能够打佛七啊。也能够做到啊，一天8个小时听经，一天8个小时念佛。你看看，那我们的福报跟古人
就没有两样，没有差别了。啊，古人要费那么大的劲去建道场，啊，要建许许多多道场才能普度众生。我们今天用一个卫星电视就行。啊，这个电视台是专业的，不是买人家的频道，那受人家时间限制很麻烦。所以诸位如果真正有这个财力，有这种智慧，应当自己做一个专业的啊，完全是佛教的卫星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放。今天是佛出生的日子啊，希望佛出生的日子，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力量，这个想法，这个构想啊，也传递给每一位同修。大家呢都有这个念头，每一个人常常念呢，这个事情就念成功了，心想事成嘛。我们一个人想，这个力量很薄弱了。我们有这么多人天天都在想，我想不到一年两年的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啊，为什么呢？大家都在想。啊，大家都在想啊，那佛就得帮忙了。啊，这个李居士常常说，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啊。啊，我们一想，如果建立这么一个大道场需要多少财力，想到财力我们就不敢再想了，还是继续想。阿弥陀佛会送钱来，需要多少啊，他就会送多少，一定呢会有成就。啊，那么这是我们讲到请佛住世非常非常重要。现在这个世界由于交通的便捷，啊，我们生活面的扩大，啊，每一个地区都需要佛法，啊，哪里有这么多法师过处去讲经说法，啊，这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利用高科技，少数的人也能够将佛法了普及到全世界。啊，那如果再有这个机缘，能够再有一些翻译的，把这个华语能够翻成这个世界上几种重要的语言，能够翻译出来，对全球弘法呢，让大家都能够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真实的功德，这个意义价值就更深更广。所以现在利用这个科技来做，比过去反而更方便。我们今天缺乏的就是缺乏了护法，没有人发心来护持，有人发心来护持，这个事情不难做到啊。翻译的工程相当艰难啊，要把这一桩事情做好，还是要守过去已经的老规矩。决定不是一两个人独立可以翻译部经的，不可能。中国过去已经都是集体来做这桩事情。啊，凡是参加这个已经的，这是一个法会，请法师主讲这部经。已经的人通通参加听讲，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才起草，有疑惑立刻就要问，
移出，初稿移出来之后，向大众宣读，看大众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更好的词汇，来韵文，来修这修订。总使这一部这个译本做到尽善尽美，让这一切人接触到这个本子都能生欢喜心。所以译本不是一个人做的，是集体的创作。我们看到佛经都有一个翻译人的人体，那个人体是已经道场的主席，不一定是他翻的。为什么要用他的名字呢？他对这个译本负责任，也就是证明这个译本没有错误，这个译本可以流通，他负完全责任，所以他是译场的主席，你像在历史上记载的，罗什大师的译场400多人呐，玄奘大师译场是最大的，600多人，里面都是专职的。那么过去在美国，沈家珍居士，这是个有心人，他请了不少人把这个华文的经典译成英文，也花了很多钱啊。译出来的分量啊也相当可观。我到纽约去，他带我去参观纽约大学的图书馆，他是借用图书馆里面的几个房间作为佛教图书馆，所以他的佛教图书馆是附设在纽约大学。我去参观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这个这么多年来请人家翻译的这个佛经译成英文的那个稿本一大堆啊，对了一大片啊，他说都不能用。我听了的话点点头，确实是不能用。为什么呢？找一些懂中文懂这个英文的人拿去翻，翻的人不懂佛法了，只翻意思就像外国人这个翻的英文佛学词典，这是我听李炳老告诉我的，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学佛的学者，到台湾去观光旅游，听说台中有个李炳南老居士，是佛学的大德，到那边就向李炳老请教，提出一些问题。李炳老给他解答，这个人很不满意，摇头。那不满意，李老师就请教他了，你说说看。他说说看呢，他通过翻译，李老师也摇头，也不同意。到最后啊，搞得是很困难。刚好他身上带着一本书，李老师就问他，你带的是什么？他带的是英译的佛学字典。你本来听这个灵机一动，那很难的，那你查一查二足尊，我们的皈依佛二足尊，你查查二足尊怎么讲法，他翻出来找到了，二足尊啊是两条腿里面最尊贵的，没错吗？二是两个吗？足是脚吗？尊是尊贵吗？两只脚最尊贵。二足尊，李老师听一笑，
不要谈了，不谈了，你去吧。啊，这个你们外国的佛法我懂了，我知道了。你是有什么法子？这个就是懂华语、懂英语，不懂佛法，完全照字面上来翻，真的是佛讲的“一文解义，三世佛愿”的，三世佛都喊冤枉了。开经偈里面所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谈何容易啊！所以我当时就给沈家珍居士建议，我说你呀搞错了，翻译非常重要，应该怎么翻法呢？你想翻哪一部经，要找对这部经真正有修有学的大德，请他来讲。参加翻译的工作人士来听讲。先把它通通听清楚，听明白了。随时有疑难，随时来问，然后才能够下笔啊，才能够起草啊。这个草本成就之后，还要不断的反复来讨论。最好的时候呢，草本印出来的时候，分送给这些有研究的、有修有学的这些大德们，请他们看。请他们来订正，然后才能成立一个完善的本子，那个流通就没有问题了。经难翻呐，太难太难了，那华严就更难了。华严字字句句里面都很深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它，那就全变成二祖尊了。那像什么话？所以我们知道翻译非常重要，绝不是几个人坐在自己小房间里头能够搞得出来的。一定要像中国过去，是公开的，组成译经院，专门培养这些译经的人才，请高僧大德来讲经。哪一个人擅长讲哪一部经论，就请他讲。大家来听，大家来学习。然后才能够下笔起草啊。不是草率，花一点钱请人家来翻一下就行了，难啊。所以他们翻的这个经本，我不懂英语，我很难相信，所以一律不采取。但是翻的这些人的讲义大概总是没太大问题，所以我就采取沈家珍居士他们那边一篇谭虚法师的念佛论，这是谭老法师的开示，我想大致上不至于什么问题。这不是经嘛。这一篇开示是大光法师记录的。记得很好。非常浅显。沈居士那边有这个英文本。我就拿这个本子早年印这个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分量不多，很薄，我把这个中英文的念佛论复印在无量寿经一起流通，我印了10000本。这个本子传到加拿大，我在温哥华讲经，有一个医生，加拿大的医生，他来告诉我说，法师，你后面这个附的东西以后不要再印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个英文呢，英国人看不懂，
中国人也看不懂。哎呀，我听了之后就很难过啊！在以后啊，凡是英文翻译东西，我不敢用。啊，我说让这些外国人自己去流通吧。啊，我们不敢用。啊，这个就是说明已经的人才，我们要培训。啊，他要真正在佛法上。也要有修有学啊，能够通达啊这两种的文字，才能担任这个工作啊。如果对于佛法、对于经论不通达，不行啊，文学基础再好，都不能担任这个工作。正是《华严经》上所说的，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世间再好聪明智慧的人，他没有办法懂得佛法。因为佛的经典往往是意在言外。一个字一句话里面含很多很多的意思。普贤菩萨的十愿，实实在在讲只有七愿。啊，这个第一，从礼敬、称赞、供养、忏悔、随喜、勤转法轮、请佛住世，这个十愿。后面这三种是回向啊，后面三条都是回向。常随佛学，是三种回向里面回向正觉啊，恒顺众生是回向众生，普界回向是回向法界啊，所以后面这个三条都是属于回向，我们应该要晓得，回向菩提，菩提就是正觉，回向众生，回向法界，也就是回向自性，回向真如，真如自性跟法界一个意思，我们在华严里面读得太多了。啊，什么是法界？一心就是法界。所以法界这个界呢，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分，一个是性。所以界有两个意思，分就是界限，这个大家好懂。比如说国与国家它有界限，这个神与神有界限，县与县有界限，那个界是那个意思，分的意思。另外一个意思，戒就是心，就是自信。这个佛家讲的一真法界，就是自信，就是真如。所以后面这三条都是属于回向，回向的意义很深很广。我们下一次。再跟诸位细讲啊，那么今天讲的这个三条，随喜功德一定要懂得啊，我们自己成就自己无边真实功德太重要了，绝不造罪啊，这个是破我们无时这个嫉妒。傲慢的习气，秦法师讲经跟秦法师常住在这个地区，我们刚才跟诸位细细这个讨论，还是以这个高科技才能够把佛法
推向全世界。真正由这个游计划由部族来培养弘法人才，培养翻译的人才，人数不必要多，确确实实像小型的研究所就可以了。真正肯发心，也就是要真正修行人啊。华严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呢，大心凡夫。大心意思好啊。凡夫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不是说你没有发愿，不是说你不用功啊。你天天在佛菩萨面前发愿。你真的很努力很用功，为什么收不到效果呢？心量太小。你的心量没有办法突破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是个界限啊。你的心量小，在它里面被它包了，你突不出去啊。我们无量界的修行呢，生生世世到这一生还落得如此地步啊，这个应当要明白啊。毛病究竟出在哪里？出在心量太小了。所以一定要发大心量。这个大心呢，把六道挤破啊，挤破不就出去了吗？我比他大，他比我小，你超出去了吧？阿罗汉为什么能出得了三界？辟支佛菩萨为什么能出得了三界？他的心量比六道三界大，他突破了。这个方法很妙啊！我们要断烦恼出三界，那个法子很笨啊，很苦啊，很难修啊。佛教给我们的妙诀了，心量越大，就把它挤破了吧。这个方法好。外面还有一关，还有关十法界。所以心量还要放大。再放大的时候，我们这个心量呢，能把十法界也把它挤破，就成功了。所以佛跟法身大师经上讲的没错，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十法界也在他心量里面了。他这个超越了所有这些烦恼习气，不断自然没有了，自然就断了。为什么呢？烦恼习气都不外乎从小心量里面变现出来的，所以心量越大了，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不要破，自然就没有了。你看这个方法多巧妙。然后我们才真正相信了，世尊为众生说法，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说法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呐。我们相信了，明白了，佛这个话没错啊。佛为我们说法，就是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做佛，你做菩萨佛都摇头不够啊，
一定要你做佛，不但要你做佛，还要做你做一个究竟圆满佛。啊，这个天台家的四教啊，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都不做，做圆教佛啊。这才是世尊出现在世间的真正的目的。啊，世尊对于一切众生真实的教诲啊。如果我们不明白他老人家的意思，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我们就不是世尊真正的弟子啊，不是他的好学生啊。好学生呢，一定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决定作佛啊！如果一华严啊，以这个无量寿，绝对没问题，我们能够信得过。这两部经才真正是宝啊，无上的法宝。希望我们同修人人要珍惜，珍惜现前这一会。这一会华严开讲我们预定了四年。四年讲不完呢，大概五年没问题。讲五年的时候一定可以把这个工程呢圆满。五年之后，如果我们这个场所里头能有十分之一的人做佛，哦，那就可观了啊，那就了不起了。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能做佛啊，这也是我们这一会的期望啊，发挥的因缘无比的殊胜。那明天呢，我答应这个香港那边同学邀请，他们大概也是租借一个大会堂，要找我去讲三天，我明天晚上在香港讲经，我17号回来，18号呢，我们就正式开讲华严，那么这个几天有我们同学们在此地还是练习讲经，希望大家多多的来参加，好，谢谢。